晚安，你好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转播来欣赏2023到24 UBA 大专篮球联赛。今天3月3号星期天，地点在台北体育馆来欣赏到这场的交手，是由台湾艺术大学交手台湾师范大学的比赛。师大这里的先发刘律士、曾信武、王家昌、林威凯还有魏鹏和，以上是台师大的先发阵容。那么今天的对手是台湾艺术大学，菲尼克斯搭配梁汉、还有潘晨、瑞峰、王威祥以及余威豪，这是台艺大的先发组合。哎，当然重要是重点球员哪些这样？对，我觉得其实在台师大这边呢，可能除了林威凯必须要发挥火力之外，在长城火力上面表现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哦。交给菲尼克斯的抛投球进，台湾艺术大学的余威豪，再给余威豪弧顶，准备要拆弹了。时间快到，剩3秒钟。戴布的跳投出手距，这3场比赛的余威豪真的跟切吃了什么？对，尤其上场比赛对湖北科大，虽然说球队输球，但是余威豪用相当高的一个个人命中率拿到23。那进攻还是打的这个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点。好球，篮底下找到机会了，这个传球漂亮，找到曾信武得分。球回给王威祥，外线直接起了3分球，跳投空心控网。篮底下，菲尼克斯往下再踩一步，偷插板篮。这个防守，王威祥带一步之后后撤步，外线拔起来，哇，不是吧？又投进了，哇！王威祥在第一节的第二，下滑也没有找到机会啊。那这个也是对到位，哇，还好这个投进了。好，这是师大需要的，来自刘律师的外线跳投命中，危险，刘律师再救回来。时间剩4秒钟，戴布的跳投出手得分。潘英凯是进行了本场比赛个人第一个 field goal 进球。菲尼克斯外线，哇哇哇哇，来了一个正面打板。哇，这 bank shot 怎么回事？这个有点稍微 lucky 手段，能够让自己待多久，这就是问题了。外线出手距，哇，这个投篮相当重要。对，来自12号的潘晨。再给乔纳森，再分。我这个走路不机会，靠球，这个进了。潘晨瑞峰刚刚顺。李维凯切入底线，哇，好球过了之后 ，M1 完全靠个人能力。找乔纳森，对，进去好球，这个机会靠得再强，再上计算加防。对。王家昌从弧顶来做的突破，转身中左手好球，这个地方就是范志尧被拿出来打。宁可是再给乔纳森传到底线，这里有点危险。乔纳森空中直接把球给拖了进去。我看到乔纳森空中拖，他这是用背后传球甩给黄俊杰。这个从松山高中当队友，当现在这默契特别好。不过黄俊杰下次又被抄走了。还剩4秒钟，往前推进，有一个上篮的机会。哇，这个防守，第一拍王威祥没跟到，对，变成了 buzzer beater 压哨上篮。这场比赛，台湾艺术大学对上台湾师范大学，来到第二节。哦，戴不周自个儿的跳投命中，还是我这边把两分换回来。球心脏地带，菲尼克斯上篮得分，这是防守交代的问题。刚刚打，目前菲尼克斯拿下了11分，是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。哇，这边挑战再次的成功啊！这球不容易啊，刘律师他也上来做了挡人，交给队友黄俊杰，大号的3分球他把握住了。乔纳森弧顶接球，自个儿拔，相当有信心的一个投篮。乔纳森昨天投篮的状况是很好的，希望他把他的自信跟投篮的感觉，啊，这种就是真的教练怎么样都会喜欢的球员，而且是不怕对抗的。对。哦，这球传的漂亮，找到队友王家昌得分。余威豪切中间，再给突破进来了，好球！这个球就选择比较好，选择正面再换。中间带一步短抛，出手得分。我那个锅子看起来还是蛮 shiny shiny 的，还蛮亮的。哦，这边的出手，对，这是个好球。
有一个二加一的机会。余伟豪拉回来，自己带不了跳投出手距，主要是他跟余伟豪其实就是一个两个另一步之后晃一下外线再投。这个球是算的哦。哇，师大倒是有点漏掉这个篮板球了。他也还蛮年轻的，还小了哈。那毕竟真的说来体验人生，这种外籍生真的也不太多。林威凯，佩尼克斯传进来，再给底线余威豪空档的机会，他把握住了。对，真的余威豪就是接球脚步发力有流畅。在中间拦之下，一对一的机会。M1 哇，就底线的裁判吹是净算加罚。个人第一犯而已。哇，这算好球。让两汉篮下得分。回凯，在中间拦地下，哇，有机会了。哇，这个又打了一个 M1 啊。这个球当然也是有点 lucky 啊，对，对，这个就这个比较有意思啊。菲尼克斯砍第三分球，那对台一来说，看看会不会因为王家昌中间突进来，再给外面四十五度角三分出手距，第一个进球。魏鹏和的三分球，本场比赛魏鹏和首度得。我觉得乔纳森等这一刻等很久了，他滑倒了，没踩稳，全地板上。对，因为最后一线一个分手，切中间跳起来找人到底线，黄俊杰三分 catch and shoot 出手短了，菲尼克斯打球。哇，今天的菲尼克斯真的表现很棒。王维翔晃一下之后没有太好的空间，要出手拆炸弹后仰跳投。哇，其实我感觉往外拉，菲尼克斯有速度的优势，传到底线潘城三分跳投空心破网。这个三分对可以出来去找魏鹏和。对，现在台一这边采取 off switch 哦，所以应该是不给对方三分。哇，才说不给对方三分机会，话都没讲完。丁振芳，这只能说啊，这波师大的防守大意了，防守太大意了，没有料到对方会直接往里面发，所有人都是在注意外围啊，看到底是余伟豪什么时候会拿球。对，这看发球的。台大转换进攻，余伟豪再给拖车，菲尼克斯踩上去，抛投身体进去。哦，菲尼克斯今天各种手段都有。往下之后，在勾到外面，尹奇伦转移出来，外线空档出来了，魏鹏和三分拔起来，跳投出手得分。这个球关键了，打平了。对。切入，再给尹奇伦 extra pass， 魏鹏和再次的机会。这一波的 stop。连续两个三分球，好的球员。好球，这球发进来，传得漂亮，走位也走得很精彩。的确，屋顶。尹奇伦切传底线这里，来自刘律师，刘律师是下半，他背对篮筐做发动，切进来篮底下，又是篮板球。台师大这里，林威凯掌握到进。递给菲尼克斯，图中间带步的短抛没进，菲尼克斯在场篮板球有了。林威凯 crossover 时间快到了，要处理掉。哇，这个球防守好，奇伦篮底下找到机会，这个球很关键。乔纳森甩到对边去了，菲尼克斯这个球对台一来讲非常关键，非常重要。这个漏不进来，直接被一步过。菲尼克斯这个上篮。比赛时间到点了，那么今天这一场的交手就是由台湾师范大学中场是以82-76，可以说是后来居上，在第三节跟第四节他们打得相当的棒，最终在下半场比赛，台湾师范大学完成了逆转，中场是以82-76，6分的差距逆转胜，击败了台湾艺术大学。